海底小纵队，这没什么，别再离开你的家人了。哇哦，好大一家子，你们都要到哪儿去？从珊瑚礁往深海游，这样我们在大风暴中会更安全。大风暴？什么大风暴？从这边来的大风暴，先生。如果真的有风暴，我得确定在珊瑚礁的同伴都安全。再见了，小伙伴。呀呜！ 作为一只龙虾宝宝，你的钳子很大呢。谢谢你，先生，再见。妈妈，妈妈，他说我有一对大钳子，很棒啊，亲爱的。呱唧，你能听到我吗？万分紧急，风暴就要来了，你必须在风暴到来之前赶回章鱼堡。好的，让我马上检查一下珊瑚礁上的同伴们是不是都安全。别担心，队长，我会在风暴来临之前赶回来的。 队长，风暴来得很快，还有十分钟就要到了。呱唧，我们会尽可能保持章鱼堡舱门开启。谢谢队长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们得马上回到章鱼堡上去。 海藻又来了，呱唧，启动挡风玻璃与呱唧。收到，队长。灯笼鱼艇呼叫章鱼堡，灯笼鱼艇呼叫章鱼堡，章鱼堡，请回答。呼叫张教授，这里是巴克队长，你能听到吗？请回答。灯笼鱼艇呼叫章鱼堡，请问有人吗？请回答。 我那些关于海藻的书呢？我知道他们肯定在附近。章鱼堡无人应答，真奇怪，我几分钟前还跟张教授通话呢。希望他没事，也许他睡着了。如果不是张教授，那谁在驾驶章鱼堡呢？ 找到了，海藻，很多海藻，很多海藻。巴克队长，如果能很靠近章鱼堡的话，我觉得我能够抓住它。试试吧，兔兔兔，抓住了。 得马上回到章鱼堡上去，你跟我一起吗？呱唧，好的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。
刚才真险呐，谢谢队长。加油啊，咱们得尽快到达章鱼堡舱门，张教授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关于海藻，关于海藻的一切，其他海藻相关知识啊。还有一只没逃跳。一定要逃走。完蛋了，我逃不掉了。你没事吧？不，我完了，我是只飞不了的飞鱼。请你不要吃了我。别担心，我们不想吃了你。我的尾鳍，我的尾鳍刚才撞到岩石上了，现在好疼啊。我们知道有人能治疗你的尾鳍，你跟我们一起回章鱼堡怎么样？但是队长，那张教授的书呢？对呀，我们还得再找到那群飞鱼。没错，但首先咱们的新朋友需要帮助，我们要通知章鱼堡。呱唧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医生，我们带回了一只小飞鱼，它需要你的帮助。好的，队长。我会帮助任何生病或受伤的生物。你这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是我的尾鳍。你需要绑绷带。完好如初。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应该在这里休息一阵，然后才能再次起飞。好的，谢谢。队长，小飞鱼应该很快就能再次起飞了。小飞鱼，这一定就是我曾祖父见到的神奇的东西。我现在就要加进书里去。你告诉他。不，你说。教授，我们好像把书给丢了。弄丢了？但是怎么丢的？一群飞鱼游过来，跳出水面，然后我还没回过神来，他们就把你的书带走了。天哪，我明白了，书没了。不过我们会帮你拿回来的，我以海底小纵队的名誉担保。怎么拿呢？那些飞鱼虽然逃走过，但现在我们知道如何追上他们，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跳出水面飞起来。但是队长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兔兔兔，队长让我来，我去向咱们的新朋友请教，看看如何让虎鲨艇飞起来。